要无私分享。所以每一次如果我觉得你不听话的，我就叫无私过来。真的很高兴。我在搞什么是不是？他录我也录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要分享的事情我还没有讲过的，我也非常的怕要讲什么，所以我要录像让我自己知道我到底讲什么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再次谢谢你，如好像敬拜的那首歌说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慕圣灵更深的认识你，恳求你在此地大大的运行。父，你知道我虽然我是牧师，但是我是跟他们一样的没有能力的，但是因为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愿意随从你的带领。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出在你手里，欢迎你圣灵在此地再一次大大的运行。高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继续上一次上个星期天我们开始的这新的系列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上一次我们讨论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，现在我们要念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。继续看，继续从使徒行传的这卷书看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？明天要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。还有下一个，哥尼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用我们的香膏向说道说下道路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。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清酒灌满。谢谢你看，这是五旬节的日子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门徒们经历到圣灵的降临。但是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？同一个地方聚集在同一个地方，他们在做什么你觉得？120个，对，他们在那边祷告。我觉得这个祷告会啊，是历史以来是最有趣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之前耶稣吩咐他们嘛，他怎么跟他们说？他说什么？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他说要在这边什么？等候神所应许的，是不是？一直祷告等候，是不是？今天如果我来说，哎，明天我们有祷告会 ，OK， 全教会的人都来祷告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，你不要去罗伦海找顶上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离开这地方，好好等候。说，哎，过了半个小时，一个肚子饿了，牧师，赶快结束了。两个小时之后，牧师，不只是我饿了，我儿子都饿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他还是仍然等候，是不是？还不要走。这个祷告会是很清楚、很明确的知道怎么开始，但是没有终点的。你要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祷告完毕。只一直祷告，日夜都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这祷告会真的是一般不一样。祷告多久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不断的去祷告等候就对了，聚集在一起
门徒们聚集在一起，在那边祷告，聚集在一起，看到门徒们。我跟你说，刚才牧师讲的那句话，我跟你在教会里面呢，每一个人有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，做事情也不一样，所以教会要合一啊。我觉得第一，自己要什么？每一个人自己要先做什么？舍己，真的是舍己，最难做的事情。因为圣经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你不要背耶稣的，也不要背别人的十字架。你的十字架可能比其他人大一点，但是你还是要背你自己十字架来做什么？来更加的死的越彻都要，或者提醒你自己，你的自我，你的老我应当死去，不然你是不可能，不可能教会一起来说同心合意的做事情。你不相信我？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问问你的配偶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你有你的计划。对，如果不是合一的话，两个人出去就什么？你开你的车好了，我开我的车，是不是？所以其中一个要什么？要顺从另外一个，对，是不是？这自己的意思要什么？要摆下。跟你讲，门徒们也要操练这些。这很重要，因为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这么热心的要去服侍神。我要做我的仪式，你要做仪式，很快的有什么？哇，牧师又来了！哇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属灵的工作，我最怕的。我意思我说属灵的，每个人就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出发点都对的。所以有很快的，就是很快的，每个人 very excited， 英文叫很 very excited 什么？兴奋。哇，他兴奋了，对。所以很快的有什么？有些误解啦、摩擦或者冲突，肯定会发生。你一定要，昨天好像陈牧师在教导时，你一定要为了福音改变自己，舍己，要什么？竭力的去做。你一定要，英文就是 you have to put in an effort。你不自然，你太是你一定要说神啊，我不爽，我不愿意，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愿意做，或者我愿意改变我的态度。我为什么可以讲这种事情？因为我也是从教会成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了很多其他教会的挣扎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一点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领袖或者在做其他部门的服侍，每一个人都需要。赶快来到《使徒行传》，又回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你看他念他。圣灵的浇灌来，你看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边，你看圣经里面讲，说约翰是用什么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。所以他说，哎，第一章第五节他说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啊，跟我看，我可以讲，我就把那题目就放回去，很清楚，你看到吗？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洗跟圣灵的浇灌都一样。受洗，你看他前面说约翰要用水为你们洗什么施洗嘛，对不对？过后呢，他说你要受洗圣灵的洗。下一章，我们这一班呢，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受什么水洗嘛，对不对？水洗是整个人什么浸在水里，好像游什么，好像一个swimmer叫游泳员嘛，对，他从水出来是吧，整身都什么湿湿的，对，就好像我不久之前 Rose 下去上来，整身都湿湿的，是不是？
那我们很清楚。但是呢，有另外一种习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圣灵怎么为我们，怎么说到圣灵的习呢？圣灵又不是水，是不是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什么叫做圣灵的习呢？是我要先看清楚，圣灵他还是有能洗这一种洗，他浇灌下来，你知道，后果还是一样的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两个人都湿了，是不是？都一样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要等圣灵的洗，你就有一天那个池那边装满了圣灵，这样赶快放水，装满了圣灵，圣灵的水。就哎，静静哎，神，哎呦，我看我充满圣灵的时候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要开始改变这个错误的事情。OK， 圣灵还要浇灌下来。同样的，你还是被圣灵洗。第一点，好，我们继续看。所以你要认识到，浇灌下来，圣灵的洗，都一样的意思。OK， 都一样的意思。但是我要强调的，今天因为发生在五旬节，有事情发生，他们都听到什么？门徒们120个人做什么？第二节，直接来念，你来听，字都打上去，但是我要你听清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赐的口才。你看，说出如果我可以直接翻译的话，它应该是类似，好像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并且按着圣灵赐给他们去发表，开始说起别种语言的话来，应当是这样。但是当然了，它不是错。如果我直接翻译过来的，说出别种语言。然后我们再看几处经文，因为我要你认识到为什么讲来到方言很多教会都不是很清楚。我是从浸信会出来，我也在传统教会很久，1978年我决志认识主，1985年我在教会里面成长学习，1993年我来美国，来了美国之后呢，到了1993年、2013年，大概20年的时间，我一直都在传统教会福音派教会学习跟服侍。所以我很清楚两边的教导，我是刻意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刻意的不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要等候神的教导。过了20年的时间是很久，你知道吗？不是20天。所以从那边我学习到每一方面或者不一样的教导，不一样的经历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讨论，或者是跟你们讲的不同点在哪里，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来到了这一点，很怕到底是什么事情。 OK， 不敢去做，也不敢去尝试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那边直接念，直接 you stand by 直接念这经文。给他生命，岂有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？不是刚才那个经文，对不起，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，对，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经文里面是说岂都是，就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岂都是吗？每个人都可以讲做医治的能力吗？
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方方言吗？对不对？它是一个问号，对不对？它的 implication 英文叫做 implication， 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是每一个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意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错，牧师在这边，等一下牧师可以指正我，如果讲错，他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个人可以读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那个意思，我们来继续看，我们来看，因为这是很重要。好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边，他前书十二章前面那几节那边，我们没有看到的是，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列下来这个属灵的恩赐，不一样的恩赐，各种不一样分别的这种恩赐，我们来请直接继续念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别人的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第一你要认识圣灵要彰显他的恩赐在人的身上，不是人的工作，是完全是神的工作。 OK， 圣灵要这样做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他列了九种不一样的。OK， 圣灵要这样同一个随时随意分给个人。OK，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。你看，我喜欢他用的字，他不说是一，他的个是神，这第三位一个的神。It's the person of the Holy Spirit， 圣灵是一位的，会一个的神，他就是神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圣灵是出于神的。其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，第十四章好像二十六节那边他说是什么？是出于从父那边出来的。 Proceed out from the Father， 很清楚的是圣灵要做这些事情运行。但是来到了这一点，我抓住的是，今天我们不会讨论每一个恩赐，但是要抓住或者要理解的是这方言的恩赐到底是谁，到底为什么这么来到了这么久我们还是很不清楚，也非常的惧怕，讲也不是，不讲也不是，为什么这种人可以讲，那种人不讲，对，非常的什么，非常的混乱，有时候在教导也不是很清楚。你看那其实主那刚才十二章第十节那边这样一个什么啊？对，他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翻译。其实他意思是说 to another various kind of tongue 是复数的，什么？不是叫一个人，那各种的方言，他意思是说不一样。各种的这种方言呢，我要跟你讲的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九种恩赐列下来都是圣灵要彰显他自己在人的身上要做的工作。这一种的方言是什么？是神感动那个人讲出这种方言。我怎么讲例子，好像有时候你看的话，你看人家的见证，某某牧师他去了什么，去了南韩 OK， 或者去了俄国 OK， 他是 OK， 他是中国人好吧 OK， 不要讲中国人，讲印度人好吧。印度人很少学韩文的，也很少学俄文的。好，说他是印度来的 OK， 一个传道人，你好牧师，去到那边
他站在讲台，时间到了就讲了一个多两个小时的，用英文去讲，也不需要翻译。那姊妹本来要计划跟他翻译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可以用那个地方的什么方言，那个地区的言语去讲他的道，你懂吗？到了俄国，哇，他没有学过的，你懂吗？他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他突然间站讲台，哇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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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可以用他的自己的地方的语言讲出他们的，讲出神的信息，你懂吗？不是凭着他学习，也不是参与出来，也不是上了一堂课，上了一个月、一年的课去学英文或者学俄文，你懂吗？这是神特别彰显，圣灵彰显他的恩赐，让他有能力做这些事情，你懂吗？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这一种方言，我跟你讲，最难了解的，你要好好听清楚。最难了解的是因为福音派教会，我这样讲你都录下来了，我肯定以后见证会的弟兄们知道我，因为我一直都不讲这种事情，我刻意的不讲，因为我要随从他们的意思。但是既然我来到了新生命的灵粮堂，我有自由的这，那天陈牧师是说你放松去讲，我说哇，感谢主，太好了，我说哇，那是放松的，那广东话说啊，可以，我竟然是这样，我去讲，因为我要你们认识到这一点，这样你就不会怕，为什么？你不怕，你才可以敢尝，在什么真正的去肯寻求，你一定要认识他的不同。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们一般来到发言都什么列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讲来讲去就乱掉了，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个你要认识到的，有一种方言是神借着圣灵的恩赐赐给人，要什么？要成就他的意思。这一种在前面。现在有第二种方言，也叫这什么事？你去哪里搞的？这神鱼是在哪里找出来的？感谢主，有巫师在这边。我跟你看另外一种，好吗？所以第一种，刚才第一种我说，对不起，上一章刚才我强调的，你看这是神对人什么说话，是特别赐给人的。一种的方言是你没有学过的，神要借着那个仆人，借着那个器皿，要用那器皿赐给他那种语言来对人讲话，听懂吗？这一种的方言。另外一种的方言，放弃另外一个，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讲这句话，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是不是？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谁赶过鬼的举手在那边，还没有，所以你没有真正的信嘛。以后你看到鬼你不要怕，你不要先跑，你知道鬼应该是怕你的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下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什么？他说说新方言，是，他要说，信我的人他就说新方言，这方言是什么？这又跟前面好像可以说的吗？你懂吗？不是完全圣灵赐的那种方言，你可以控制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看下一句话，下一个经节是《使徒行传》，对不起，《使徒行传》刚才的，对不起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六节，他说什么？继续，我们一起念，一二三，因听见他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你看到吗？这是什么？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是什么？是彼得那一道个什么哥里流的家说，讲到之后，砰！他们就说接受了福音，立刻开口讲方言，听到的他什么称赞什么神伟大，他都知道，他可以翻出来呀，对不对？他可翻出来是什么？是赞美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最少他翻了出来，不然的话你跟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是他自己出来。所以这种方言又是哪一种？继续跳下去，下一节。
说我在分享什么，我要跟你认识他的不同，你就可以经历你自己亲身经历这一种方面。你看哥林多前，哥林多前书，哎呀，我打错了，应该是十四章，没事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节 OK， 他说什么？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谁？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什么听出来。然而什么？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你看到吗？这第一，你要看，你要认识第一点，保罗写的是原不是对人说，最少有第二种方言，是对神说话。你要认识他的不同，你不要通通什么一起来讲，你就乱掉。到底哪一种方言？这一种是对神说话的。第二，接下来很快的再继续讲。他说第四节呢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的。神赐给你的恩赐，讲这种方言的话，如果是要对人讲话的话，不可能你可以造就自己的。因为你讲完之后你就忘记了，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话。其实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印度来的那个传道人，对不对？去了韩国也好，去了韩国也好，他讲完之后根本就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忘记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这种语言。但是这一种方言呢又不一样，另外一种是对神讲话的，人不是对人讲话。第二是要造就自己的。这边有 LA Fitness 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谁在笑 ？LA Fitness 嘛，对。哇，有些人一大早，不管多冷，我觉得这边还是挺冷。只要他开门的话，我就冲过去，一呀，哇，对不对？十个小时或五个小时呀，一个小时先操练一个小时，是不是？你要刻意的时候，起身去那边什么 ？Discipline 要有 discipline 是。啊，纪律的去，不断的去做，是不是？你要操练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外面的好看，有肌肉啊，是不是？但重要吗？我不是说不重要啊。你的身体是要需要这个什么？需要这个 exercise， 对不对？你的灵里面的人也是一样。问题是你不懂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就要说这种话。不然的话，你不可能灵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。OK， 所以他说就是造就自己，原文叫 edify yourself。你要记得这种方言是十四节开始讲，不是十二节，你不要通通掺在一起去结晶，不然的话你是肯定乱，肯定你就没有办法教，也不敢去试探，完全怕，对不对？没有这种事情。你要看清楚，这种是对神讲，又是一种奥秘，人是不可能了解的。如果你没有办法翻你自己讲的翻译，你是不可能了解的。你不要以为我需要了解才讲，不可能的，因为经文已经说了，你是不可能了解，不是对人，铁人是听不懂，除非你有能力翻你自己的翻译。当然你可以，还有其他的恩赐，你可以翻你的方言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开始讲，你不讲什么东西都不用翻，对不对？所以先你要操练的，你要敢去讲，这是对神讲话。好，跳下一个，你看看这些种种的什么呀，这些误解或者关于圣灵的喜的什么争论啊，我把它列为这几项。我都思考，我都去看，我去问我自己，到底我错还是他错，或者两个都错，跟对。但是我可理解的多少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最少你们要清楚，没有听过我讲这篇道。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出去说我完全不知道，所以你要清楚。在这边你说
这争论是什么？义哦，那一篇那种人讲方言的呢？他说那种不讲方言的呢，什么什么呢？有些这种，你懂我是吗？对话啦，你听了，哎呦，好像你讲方言比我更强一样，你懂吗？好像我不讲方言，我好像不比你更属灵，或者他心里讲的，哎呦，我们要强调的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哇，只是强调什么？你知道，结果子就好了。圣灵的果子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些恩赐我不要去摸它，对不对？不懂啊，也不去特别的去寻求可能。所以第一，哎呦，只要有圣灵的果子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第一，果子需要生命的改变，需要时间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特别今天就可以什么，可以有结果子。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交换下来，跟果子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不要掺过来，你不要掺着一起讲话，你懂吗？你掺着人觉得哦，那种讲方言的人又没有什么礼貌呢，或者你生命没什么改变呢，没有什么生命的果子显现的，那是不一样。你不要以为他用方言讲话就是比较属灵，没有这种事情，你懂吗？你要先认识他的不同点，你懂吗？虽然他这样讲，所以他也不懂，你懂吗？他以为他是比较属灵，没有这种事情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真正的果子是要需要时间什么结果子，你看不到他的属灵的果子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在教会成长，需要在团体里面教会肢体聚集在一起成长，你才知道哦，那姊妹是可靠的。三年我跟她同工，我知道她非常有爱心，非常有耐心，非常温柔，非常照顾其他的，很明显的，你知道，她讲不讲话也没有关系。那个需要时间，所以你不要掺起来一起讲，这是他的争论。第二点呢，哦，我听他讲不讲方言的那种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小心了，你这一堆人，你知道吗？嘿，魔鬼都要给你一种方言，是不是？你会听到的，他会争论，哎呦，魔鬼都要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方言，所以你不敢。如果你是站这边，你说：哎呦，我最好不要过去那边，是不是？一过去那边，搞不好真的是讲鬼话。”是不是？所以你永远都怕，哪里有这种事情？你看经文里面十二章第三节，我们请直接跟我念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得诅咒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若不是，所以我们可叫耶稣是主，是圣灵感动，你不用怕。不要放松。还有啊，我没有打上去的是什么？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那边，他说什么？他刚放去看，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他说什么？因为在小子啊什么？他说，因为在你里面的，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？是大过世上的。那在你里面的就是灵，在你里面是大，你懂吗？你要认识到，你不要怕，你什么都怕，怎么可以赶鬼？对不对？你要认识到，鬼不可以跑进你里面的，你的灵里面的人，你属灵，你圣灵是大过一切的。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所以我们怕，你知道？来到方言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正确的教导，也去怕，不要去摸它。最好不要怕，去了天国就好了。但是呢，灵里面呢，属灵的人是很软弱。没有造就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去 LA Fitness 一呀，对，他整天吃喝玩乐的，对，看韩剧就好。我没有说看韩剧不好，我意思说你注重的是什么，你懂吗？你要知道，你灵里面的人也需要成长，也需要被造就。这一种的方言就有能力帮助你。好，继续跳下去。不是我。我刚才讲的第几个了？前面两个是不是？听懂吗？你不要怕，
你怕的话你就不敢做。下一个呢，你看哦，下一个第三点的争论是什么？哦，方言已经什么停止了嘛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你看，哎呦，只是2000年前的那一代，你知道哥林多那个教会啊，他们呢，那是软弱的教会，他们需要讲方言。现在我们哦聪明了，又有电脑，是不是？头发不电就站起来了，有特别的恩膏，你知道哇？我就听了，我就奇怪了，真的是停了吗？如果是真的停的话，凭着什么它是完全停止的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经文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从哪里？从哪一个经节那边他取出来说这句话？就在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那爱的诗篇、爱的经文里面呢？我请直接来念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到来，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。哦，等到那完全什么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。现在我问你，完全的来到了没有？还没有吗？肯定还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来到的话，我为什么还在这边聚会啊？是不是？比第二不止那样啊，你要好好看经文。你看前面他怎么讲，先知讲到什么智能什么终归什么无有，然后呢方言也是这样，下一个什么知识也什么终必归于，我问你，知识都不需要了，你来读经做梦，你来想主日学，为什么你需要去神学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要好好看经文，知识都应该没有啊，不只是方言没有，肯定你还在学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一边，不要有误解，不要让人家随便跟你讲你不懂经文，他们讲什么，还没有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还没有到了那最完美的时刻。那最重的还没有，我们还要被造就，还是要被圣灵每一天的来引领我们，我们要成长。第一点 ，OK， 记得这点。好，下一个呢？哇，我列了这么多吗？还有第四个，第四个呢？什么？第四个他说，哦，你受圣灵的洗后，现在你会讲方言，所以讲方言的是真正的什么？而重生。2000年的历史，有很多什么神大大使用的古人根本都不讲方言的，对，你不要有误解，完全是不对的教导，没有重生，整本圣经更多前书12章里面没有这种事情记载。你讲方言就是真正的得救，就是重生。所以这是肯定是那一班可讲方言的人说，哎，我们讲方言的，你们真的的，你有真的得救吗？你们那一批肯定不是真的在派，你懂吗？是完全不对的，没有这种事，是特别是我们可学习操练到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哇，这我很最喜欢的，我在准备的时候说，哇，这是我最长的总结，不是一篇，我有3章，一个一个来看，完全全都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出来。总结是：第一，有一种方言是什么？是对神讲话，不是对人讲话。第一点 ，OK， 所以人是肯定听不出、听不懂这种方言，完全是对神，也是一种傲慢。除非你可以翻你的方言，我再讲。第二呢点呢，我要总结的是什么？是他，你这种方言，第二种方言是可造就你个人，你灵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越来越有能力。但是你一定要操练。如果你花5个小时去 LA Fitness，
你说牧师，我也要花五个小时去做操练这种方言祷告啊？感谢主，不需要，你就一个小时就好了。一个小时，你一天如果可做一个小时，我觉得你一个你半年之后呢，你就知道你是很不一样的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就好像拎着去跳那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跳了几个月，你肯定知道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起初跟过了几个月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肯定，因为你去操练，你的体力也比较好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你去学，你去操练的。三个月、半年之后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灵里面能比较怎么明略，听到，愿意安静下来读经也不一样。这种你可以操练，不是圣灵逼着你做，但是你要去做，你懂吗？是不一样的，是一种什么赞美或者祷告的语言。这种方言，第二种方言是一种赞美或者祷告的语言。认识这个字，然后呢，他来到这边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节那边，保罗就说什么？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所以很明显的嘛，保罗都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他不会记载这样说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都说我愿意 ，I wish，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讲方言，他意思是，你懂？下一点，下一点，你看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他来到保罗继续讲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这种事，他好像讲很久，这种方言是教导你，在十四节到十五节那边，我们请直接念好吗？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哦，他问他自己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办呢？好 ，What else？ 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他问了之后又自己回答他的问题，但是他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一般呢，即使那一般呢会讲方言的人呢，他一般是什么？用悟性讲完了，哎呀，五分钟为陈牧师祷告完了啊，用完了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为陈牧师祷告的？他可用方言的，他就接着用方言为他祷告，是一般是这样。你看清楚，他是调反的次序，就是他先用方言祷告，然后才用悟性祷告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这我们可以和平常这么平常是稍微看过去就不知道。你可以先用方言祷告，他就过下来，他就我又用悟性祷告，是不是？啊，又用什么灵什么？这个不是悟性祷告，要用灵歌唱，对，又要用悟性。方面你都可做的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记载下来的。尤其是你可以完全控制的，人家说哦，他讲方言就乱掉了教会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这种事情，除非是圣灵特别的恩赐赐下来，他要工作，不然的话，一般你们祷告的方言一定可以控制，100%可以控制的。如果那些人跟你说不可以控制，他是在做反应。没有这种事情，你不相信我，我完全跟你分享的都是非常有理智的，也看清楚经文的。我现在跟你的是看到吗？很多人会看到吗？想的，哈什么看到吗？是看到的，还是看到吗？看到我是看到是的，我是可以100%控制的，我没有倒下去的。我要你知道。你不要怕，你懂吗？你的灵里面的确可以操练，100%可控制的这种方面，也有理智，
你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，不可以说哦，你喜欢怎么样搞就怎么搞，没有这种事情，祷告的方法。所以你要控制，你可以控制。最后你看第十八节的不是最后，保罗他自夸了，他怎么样？你知道保罗是非常什么谦卑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们在他书信学很多东西，但是他来到了这边呢，他就要自夸 ，he brags about that。我讲方言多过你们什么？多过什么？比你们众人什么更多？他的意思是，你们通通一起讲的方言都不跟我多，不比我多。哇，非常的自豪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数过吗？他哪里知道谁用多少方言祷告？是不是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常常都用方言祷告，你懂什么？他的意思说，我不断的在我生命中也是不断的用这种语言祷告，但是在众人面前呢，他就用什么悟性的去教导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他在众人面前教，你看我来了这么久，谁有人真正知道我会讲方言？我跟你讲，我在福音派20年，没有很多人知道我亲自有讲方言，因为我刻意的控制，你懂吗？你不要因为你懂，你到处都哇，我很威风啊！我要给人家看我多属灵啊！没有这种事情的，应该更认识你，要更谦卑，跟随从教会的带领，更愿意说，我愿意跟随，我愿意学习。我在1985年还是86年的圣灵充满，我就讲方言到现在。我过了20年在福音派教会，先录下来，我没有给任何教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呢，选择的去什么金星辉那边学神学院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我要跟你说的，完全是你可控制的，你不用怕。很多都是误解，不对的教导，你一定要放松，因为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大过一切的。你真的要学习怎么操练，怎么建造你自己？怎么建造？不是建造，那叫什么？造就。造就你自己。要 edify 最后呢，好像还有一个哦，我最喜欢的，我们一起念好，还是直接念好了？直接你大声一点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最后呢，所以什么弟兄们，哦，他跟你说来到了终点，39节了，都要讲完了，是不是？保罗已经讲完了这教导，他说什么？你要切莫先知的讲道，又什么也不要禁止，是吧？我们敢禁止？没有。你不懂，不去渴慕，不去寻求，圣灵不会逼你去学习东西。我再讲多久？他不会。但是你要愿意从圣经里面的知识认识，你去追求，他一定有好的东西要让你学习，一定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谢谢圣灵，谢谢你继续引导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这种恩赐，是在旧约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发生过，要等到弥赛亚来临，圣灵的降临浇灌之后，我们有这种我们可以讲出新的方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赞美你们，我们来一起唱。
神灵，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神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是的，你来。我需要你的恩膏充满我心。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恩膏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为你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从圣灵。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来充满我们的心。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，站起来。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啊，我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你圣里。对，在一起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。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里真理。重重再来，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我可以讲一篇道。我可以很多知识的要分享给每个人，但是我要鼓励你们，我一定要让圣灵在此地大大运行，因为不是我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我要允许，我刻意的说，圣灵，你来做事。圣灵，请你来做事。所以我会现在。会呼召那些，如果你还会讲方言的，你要得着这种恩赐，可以讲奥秘，可以建造，可以见证你个人的灵命的圣灵。你真的要的话，你可以站出来，你就站出来。我邀请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出来。操练这种方言，我是克拉玛山的里头，克拉玛克里里的人，他是里米克的里面，克拉玛克里里，他是罗马汉克里的里面，山的，罗马汉克里奥克里的，他是罗马汉克里奥克里的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要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圣里。再次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要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圣里。再来一次，我要追求。姐妹唱，弟兄。
羞于自己来祷告，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。慈爱的真神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，记下来经文，记下来是要我们好好去学习，好好去思去超越，还有好好的去分享，这都属于我的。特别为教会祷告，每一个渴慕你的，只要他愿意，我深深的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这种方言，这种祷告的方言，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学习的。哈利路亚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容颜，我敬拜你在灵圣的地。再次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在灵圣里。我会邀请吴牧师来做主导，我们来唱最后一次，牧师请你来。今天我要追求你主，我要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在你与真谢谢你，这是你自己所带领的一个教会，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在这里。虽然我们非常的微弱，我们非常的微小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，主你就在这个地方，圣灵的运行在这个地方，圣灵的带领在这个地方。主啊，你厚厚的浇灌下来，让你自己的恩赐恩膏都在这里爆发出来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，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内住与你自己的恩赐的分享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这样子爱我们，让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灯，一个灯塔在这个地方。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将所有的福气降临在这个地方，凡是渴慕你的，你就让他们得着，让他们得着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，我们默祷。